你都唔知道先几惨。你一去咗打机唔够十分钟，阿妈就叫咗去洗碗。哇，我就好怕噶嘛。你知我不嬲洗餐碗都匿入房噶嘛。打开柜啊，有洗洁精。我就想同阿妈讲，我有功课就走先咁啦。早两日，咁阿妈叫入厨房嗰度，咁啊就问我：阿细佬啊，你洗咗碗几多次啊？鬼记得乜扯？跟住佢话啦：嗱，细佬，你洗咗十次碗噶啦，咁你呢几次啦都洗得几干净。如果有个问题问你啦，即系如果只碗啦吓烂咗，你够唔够胆抌咗佢？咁你兜口兜面问我，梗系话够胆噶啦，你当我真系揩嘅咩？咁啊，结果点啊？冇烂啦，啲碗啊，梗系嗰只碗啊，核突啦，浸咗落啲水度，我浸咗落啲水度足足十分钟。十分钟，十分钟，一啲隻都冇甩过。阿妈话，次次都系佢洗碗。今次边个唔洗碗，边个就系衰仔。我冇啊，我冇爆你去打机啊。你俾阿妈知道你去咗打机，你又死硬嘢啊你！阿哥啊，我好想问你，我哋啲洗洁精香唔香啊？你知啦，啲洗洁精唔香就濑嘢噶啦。快啲走啊！打机啊，好多大佬噶。总之，你记住，如果你见到嗰只碗咧，个底用咧英文写住入得微波炉嘅咧。你就可以用嚟叮嘢了。